肉切成小丁，下锅放葱姜，再放点料酒，撇去浮沫，将肉给捞出来，控干水分，一定要控干，不然下锅会很嗨的。倒一点点油就可以了。放入老抽放一点。再放一点，加入开水，放入鸡蛋，煮好的鸡蛋放进去，然后再放入香菇，再放入八角、桂皮、香叶，然后干辣椒，再放入生抽、料酒、一点冰糖，放入一点点盐，大火烧开，烧开盖上锅盖，改入中小火煮40分钟到1个小时，大火烧开收汁，大家好，今天吃个卤肉饭，
喜欢我的可以关注我一下，谢谢。